让委员发言。梁国雄议员，因为呢个死咗去书揾滚水落都冇用，真系冇错嘅。我就会讲人口嘅问题嘅，人口咧就有一个问题咧，就系集，即系香港而家重中之重嘅嘢。亦都係咧，其實今次我哋就財政預算案裏面一個一個核心嘅問題，就係我哋點樣看待香港嘅人口嘅老化嘅問題。其實我哋重視呢個人口政策嘅開始咧，就係由呢個曾蔭權開始，當年咧佢係做呢個人口政策專責小組嘅組長嘅。其實當時我哋嘅估算咧，就係話喂，我哋嗰個人口會老化喎，所以就出咗就叫人哋生多啲嘅，即係苗輪啦，即係要生三個咁樣。咁當然呢一個就姑妄言之、姑妄聽之嘅啫。我點解會咁樣講咧？就係話，如果你用咁多嘅資源由一個司長去督導做嘅人口政策咧，基本上唔係用一個以人為本的角度去出發，你當人是一個生產的機器，一個好像其實當人是生產的機器呢，就古來都有的了，就是當他們是畜生這樣用，是吧？我們很多人呢用人力耕田都有的，有些地方。現在我們看到的一個什麼問題呢？第一就是在我們過去這個好大嘅一個錯漏咧，就係講雙非嘅問題。雙非嘅問題就係由曾蔭權搞出嚟嘅啦。而家我哋改正咗嘅，就係話當日我哋認為這個由雙非嬰孩嚟補充我哋嘅所謂人口老化，令嗰啲年輕嘅人口咧香港會得到補充。而得出一個結論咧，就係唔去做呢個醫保，即係話唔去你人口裏面，我哋而家現有嘅人口或者將來嘅人口裏面咧，一個最重要嘅問題就係醫療嘅問題，唔解決佢。即係我哋大家都明白啊，如果你講人口嘅時候，生老病死，咁生同埋老同埋病同埋死都同醫院有關嘅。其實好啦，咁我哋中了什麼政策呢？就是我們不去推這個所謂醫療保險的政策，就放了500億在這裡就變成雪條。用什麼方法呢？就是雙結合的政策。第一就是私營的醫院是做雙非嬰孩的生意，保障他們因為沒有這個醫療保險的改革造成的經營的短暫的困難，而就將生了那些雙非的嬰兒就當作未來人口補充的一個根源。現在我們看到就是說大量的雙非人口的帶來的不確定性，我們沒有辦法去計劃知道這個如果雙非的嬰孩如果有幾多人嚟香港嘅時候，我哋做出咩嘅相應嘅配備啦？咁而家喺呢個問題上面咧，我哋又做一個新嘅人口嘅政策啦。希望咁呢個新嘅政策其實就呼之欲出嘅，就係話咧，我哋首先要點去處理啲而家我哋睇到嘅老年人口咧？老年人口咩咧？就係話喺香港生活咗好耐。唔多唔少都為香港嘅繁榮貢獻咗自己嘅未來嘅老人家。我哋個司長係點睇嘅？就話呢啲老人家嘅增加呢，就會呢係令到我哋喺生產力嗰度追唔上去，甚至係不進而則退。即係因為呢好多老咗嘅人呢，佢唔再做嘢啦，咁我哋冇人做嘢，咁所以呢少咗收入，嗰個國民總產值低咗，但係呢我哋要養佢。這個講法呢，聽落有道理嘅。但最少我哋得到應該得到兩個結論。第一就係話，如果你真係
不能夠再成為生產力的時候，而是要這個社會去給予這個適當的援助的時候，我們會不會有一個更加好的人口政策，老年的人口政策呢？他意思就是說他們退休之後的生活點呢？嗱，我哋喺呢個人口政，即係林鄭月娥司長帶領嘅人口政策小組啊，即係其實咧，即係讀出嚟都得人驚嘅，成排局長咧就係俾佢督，即係帶住嘅。嗱，我哋今日喺度討論嘅時候咧，就係咁講啦。司長未有意見，但係另一個司長有咗意見，曾俊華呢個司長有咗意見，佢就話：哦，如果咁嘅時候咧，我哋係要剩返啲錢做嗰個未來基金，即係話要喺而家我哋嘅儲備裏面攞2200億咁上下，即係話2300億呢係儲起佢，然後呢喺每年我哋嘅盈餘裏面呢又擺啲落去，以備喺15年之後我哋嘅人口出現老化造成咗結構性財赤嘅時候呢，係要嚟去起呢啲咁嘅所謂基本設施。而呢一個咁嘅做法係有一個人口嘅估算嘅，就係話呢，我哋必然係因為人口嘅老化呢係生產力下降。咁但係我哋好多同事講話，成日都講話新加坡得，點解我哋唔得嘅呢？咁其實新加坡嘅睇法又唔同喎。因為新加坡嘅睇法呢，就係話經濟的增長取決於人口質素，而不是取決於人口的數量。換言之就是說，我們即使出現了一個勞動人口的下跌，而造成生產力不能向上提升，或者是甚至下降的話，不是一個必然的結論，而是着重於教育同埋着重於開創呢個新嘅產業結構，呢兩者係非常之重要嘅。嗱，喺呢點上面咧，我睇唔到呢個司長曾俊華司長有咩新嘅概念。佢就係話咧，如果你唔起啲咁嘅基本設施嘅時候咧，我哋就會俾人邊緣化。嗱，我哋喺即係話講咗咁多個，今呢一節有講教育嘅，亦都有講青年嘅。亦都有講藝術文化嘅，我哋嘅政府嘅政策咧，從來冇一個就住呢四方面嘅軟實力嘅提升咧，有一個政策性嘅規劃嘅。我舉一個例，教育嘅支出係佔我哋嘅國民總產值嘅20%左右，雖然間咧係呢一個。除了这个社会福利的支出之外呢，就是第二大的支出。但是我们从来没有想过是怎样将我们的教育提升到一个程度呢，是可以适应我们未来的产业的提升。而另一方面呢，我们又没有去想过在这个人口老化的时候怎样将这一班老人家养住他。咁所以其实我哋得出个结论，就是话要引入更加多嘅外劳。因为我哋主要呢仲係用呢一个劳动密集式嘅生产模式，觉得人多做嘢呢就一定係赚得多啲钱。喺呢一点上面呢，呢一个政府的应变就是开多一个叫做创新及科技局。嗱，这个呢就是在未来我们在这个所谓今日的财政预算案完结之后呢，就下一个的重点。嗱，个问题就是我们政府的政策，如果搞一个创新及科技局的时候去提振我们的经济的时候，我们问一问刚刚苏局长在这里。你做唔掂咩？你認為喺呢個局裏面整多一個創新處唔得咩？梁議員，你依家咪離題咧？
因為個人口政策冇規劃到我哋點樣樣去令我哋嘅人口質素提高啊！就淨係計一條數，就係話我哋人口老嘅人口多咗之後咧，少咗人做嘢，我哋嘅經濟唔會擴大啊！嚇，講邊條修正案？啊，就佢冇講咗好多次啦，呢個修正案。嗱，咁喺呢個問題上面，我就覺得我哋嘅人口政策真係好失敗。佢係冇從一個令到人，即係我哋嘅公民嘅能力嘅增加去量度我哋未來嘅生產力。因為如果我哋嘅年輕人或者我哋嘅而家做緊呢一個不同產業嘅人，可以喺我哋嘅產業結構嘅轉換裏面係能夠即係切入嘅話，即係話我哋唔會因為呢一個人口嘅老化嘅數，我哋人口嘅勞動人口嘅數量嘅下跌，而必然引起一個全民嘅國民收入嘅下跌啊嘛，呢個係關鍵嚟嘅。所以如果我哋話而家喺冒然建議喺某些行業引入外勞嘅話咧，我覺得係不負責任嘅。其實喺呢一個我哋引呢個新加坡嘅例子裏面咧，話新加坡引入好多嘅人口咧，其實唔係好似我哋嘅局長喺度咁樣講，就係喂人哋係成全部嘅人口引入嚟，唔係咁樣嘅。佢哋有節制地根據唔同嘅即係產業結構嘅呢一個轉變咧，引入唔同嘅技術。我都要問下你而家係講緊邊一個修正案？啊？你而家係人口督導委員會嗰、那個？我都揾唔到添啊！等陣先嚇。等等，你講的內容同你的修正案有什麼關係？蛤、啊、是教育局啊，是啊，因為他的人口是又跟教育有關的嘛，你這個打出來的人力人口是不是、啊、那就教育局啊講緊的啦。你現在你長篇去討論人口政策的問題同你要針對的那個修正案是哪條修正案有什麼關係？因為如果我們不解決那個教育的問題，我們不可以提振我們那個國民總產值的嘛。如果你只是我只是改解釋，就是你如果你只是靠這個輸入更多的外勞的時候，你是解決不到的問題。如果你是輸入更多的人口的時候，你都是要在教育那裡着手的嘛。其實新加坡的經驗就是這樣嘛。新加坡的經驗就是說，如果我們需要某一種的，其實我們都有的專才優才的計劃，現在我們都有成70,000多人在香港做事。我的講法就是說，如果我們不在教育那方面着手，不在醫療那方面着手，不在一個其他的方面着手，我們是沒有辦法。所以跟哪一個修正案會有關係呢？你這些什麼是啦，補充外勞計劃咯。呢、這、一個修正案編號448，總目90，已決為削減分目0002，將總目90削減454,000元，削減大約相當於勞工處補充勞工科就處理補充勞工計劃。呢、這個又得唔得咧？呢、這個得啦，啱啱就講到嗰度嗱。係嘛？啱啊！咁所以其實我就覺得咧，其實呢個政策咧係有錯誤嘅。我不即係因為阿閒姐講咗，就係話如果我哋純粹係用外勞嚟填補我哋嗰個人口結構嘅真空咧，佢哋係不足以去提振我哋嗰個經濟嘅。相反嚟講，我哋要針對我哋嘅產業政策嘅改變，而吸收一啲我哋目標嘅人口入嚟先啱嘅。咁所以主席，所以佢正話我話要削減佢嗰啲即係經費嘅時候，其實佢而家嗰個補充外勞嘅計劃呢，其實陳志全議員都講咗，係一啲非技術性嘅勞工嚟嘅。咁你咁樣做點會令到司長所擔憂嘅呢個勞動人口嘅老化，而不能令我哋嘅生產力因為少咗人口做嘢都有
更多的生產力呢？所以我希望呢，就是大家注意這個問題。多謝主席。